哎，有人说跳一下 Running Running Running，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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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团欧仲日前特别在摩天轮上开直播和 OL 们互动，没想到过程超失控，惨叫不断。你可以跳一下泡影吗？我们讲吗？不要拉筋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我要大律动了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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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动了，好热哦！大台北的夜景，这是最高的，大家不要动！吵什么？哎，有人说跳一下 Running Running Running，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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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结束摩天轮惊魂记后，嘉诚也随后开直播和大家分享成员们被迫搭乘的原因。我们先吃饭嘛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就想说，旁边摩天轮就在旁边，然后我就想要坐，其他人都不想坐，就只有我想，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说服他们。幻君就是最不想的那个，因为他不想要花钱坐摩天轮，然后他在上面。那个无聊，我那个时候就直接买票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可能？大家都没有要坐，你竟然敢买票？”但我就是敢一个人去坐。你们不陪我，好啊，那我就自己去。但真的有人敢让我一个人去吗？没有人敢。其实我第一次坐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：“哎、欸，摩天轮听起来好像还蛮浪漫的。”然后后来发现。其实一点都不浪漫。本来想说过了几年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，但是其实没有。今天还是一样，觉得很可怕。但是我觉得好像看到那种女生坐摩天，我会害怕，好像蛮加分的，好像蛮可爱的哦。会吗？大家会这么觉得吗？大家，我想要说一下，就是请大家再稍微期待一下，我们就是在准备新的作品了，很快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我们没有一直在休息啊，我们还是有在那个准备新的东西了，大家稍稍期待一下。